年惠若琪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更多些，从结婚成了家到奔波体育公益，可以看到退役以后的生活要比在役时更加丰富。惠若琪可是体育圈里的高颜值成员，自从退役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元气少女更多的生活照。昨日惠若琪更新了自己最新的一组照片，青春靓丽犹如美少女一般存在，网友纷纷评论这颜值完成超过网红。惠若琪的美不单单只是五官精致网红脸，更多的是一份元气少女的存在，她始终像是代表着女排精神的一张名片，看到了她就仿佛看到一种拼搏精神，而她也展现着自己的优雅自信。作为曾经的女排队长和主攻手，在团队中占据重要力量，拥有大局观，每一传一守一防都非常出色。16年里约奥运会，惠若琪作为球队队长率队夺冠，是为女排为国家增添荣光，有过光环，更多的是坎坷无奈，训练受伤无奈退出，唯一不变的可能是那份心底的信仰。尽管如今退役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惠若琪展示自我的风采，举办慈善活动，参加体育公益，代言品牌，出席节目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她更希望传达一份体育精神，感染更多的人去追求，去拼搏。惠若琪说，如果说之前的我是在竞技赛场上追求着更快更高更强，那么现在的我则希望通过体育教育来带动更多的人，更多的孩子参与其中，让每一个人和我一样发掘自己那一份不服输的倔强。